아침에 연다 용가 조조 아주 최종 암단자 바 50배에서 후피나 다시냐 땡기 에너 리파이엔 모민단단 회 민정당 나단에 보조 반도 협된자 도야파 대조 바토스보 50배에서 땡기 호 아우부파바반자 바 50배 땡기 요규의 상관부회 에니보 매인의 도시 수다 이신자 능연 정체 이놈은 4월 30일 리파이엔 연회 예 决议 에너 람바이 모 삼다인자 개해 보통은 매달에 이제 바 통고 나이 니보 에 신정연 메모도 신자 리파연 하면 통고 에모 매이자 진자 제의 인자 암다케 아 넷고 하면 매이자 그거 아헨 암다인자 우자 주마사 이내 아렌자 대나 삼다인자 아승자 바 오스페페 땡기 메모도 신자 신정연 하면 매이자나 또 더 힘이죠 에너 사회 예 자유당 인자 단에 보죠 암다인자 개 거이지 그거 국민당 단연자로 되니 파동 전면 아테네삼바감대인자우사审查现在预算的经济部，由几位我们南대인자做，电力部那个副经济部长，不指挥，没有那代现在做，后边的登记和么买着，和么南대인자，对，没做现在能源政策么买用来现在都等待你。伊米代现在做立委副昆奇州米达哈巴现在南立委，某是那现在做的。 네, 대리구 함대인자 600항의 연도단에 보죠. 무슨 말이자네 안주민이 함대인자죠. 아주 최소 연주민의 신하리회 마치소 함대인자 피고 우변한 단에 신의민이 함대인자죠. 뭐 많이 함대인자게 이 에모히니 핫인히 내민하나 연의 대리구 반응 함대인자 모피는 모문이지 아우시나 인이엔자 대인이 함대인자 미치 도운대 신자네 可能国内么上面的没那么多比，对内那边的多年的现在都组合物，把他们都整理走，一下现在对内么的把一发掉吧，一面的现在福建和这样的民谣，对内么的就调把很奇葩，毛时代在马祖和民谣。足谋复兴，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要秉持民族大义，携手共创民族复兴，共享盛世荣耀。 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奇州，我们哈发代现在蓝营立委谋士代现在代理股，一等者，因为我们上等者四零三，因为格林股，我们上等者没有那上等者，我对比那代西，和我们上等诺曼那种，两岸观光和交流，我们上等者那老多是。阿丁，因为闽南那现在蓝营谋士代现在做代理股呢，奥是那印尼，把我们报道现在。 明年我们就对北，因为大事，对了修正一些国安无法能得有啊，买着对了我们等着，买了有办了，五湖水我们等着，阿皮汉呐，阿这个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党团一些恶心的现在阿么是阿么在么买着，一年要现在人在等内部，党团那五上等着就一些马就真的就现在修法，阿那对我们等着就。 一米代现在就独特的代现在，而且成了重大代办。那我们执行啊非常简单的任务，责任任务就是希望两岸和平过冰，能够常来常往。接下来诚挚的希望大陆和开发陆客团到台湾。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民尊重对等的方式，然后不要。 设置这一个政治前提的情况下，继续来促进两岸的交流。阿丁，你们上面等一下，27号，因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玲，等到当地我走，我说买一只，一些外面的新闻稿会收到，诶，代理股明年等一下，咪去多数的现在组合屋，对美丽咪等现在两岸的红十字会和发言的他们等一下，阿都他们就走。到达了，我们买一只好。 就俄为的台湾，然后内政部长林佑昌，我也是啥？等一下，我们买了艺术代理，以前在做是买单的行政院，没专门的连在做台湾么两百亿级倍数，还有么一单现在民间募款么实施一级倍数，而且说是倍数你么参等一下，俺们说，伊在做在做，然后地方政府，我就参等一下，俺们得了，我们买了说做这边能参等一下，都是你这么阿都这么来去做。 最后，如果还有所谓的。
这个组合屋的需要。那我们也请花莲县政府要做完整个灾民的意愿调查之后，再来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啊，因为并不是灾民所有的灾民或者有灾民希望要住这个组合屋哦。我想要做的是组合屋的什么的也是的当然不因为人人立委明年成立的明年谋事的现在中国文化和什么的是旅游部用的现在不断的做明年一米的现在就新闻稿会是不是第二年的现在欧巴什么的现在就休啊而是此内现在周的现在福建的没有说谋事的现在马祖和没有因为他们每一建设相关条件的那张单子也并没有但是每张单子的福建团的每张单子没有的地方蓝营立委那么张单子四月二十八日呢现在又分了每张单子我为的台湾因为他们每一张单子就访问那安娜娜是去天天单子去因为也分了也张单子我在做这边的奥斯纳西阿爸也不准便宜这个礼拜的就新闻大就联合报什么台积电他们等着没用的什么等着有啊但是他们等着用的说嘉义县用的嘉义市用的等一波不能的给你之后买之后爱心的下的等一波而你的市长黄明慧你会吃吗我现在现在市议会和我们等着市政报告写出的等一波第一面的现在就只有你和我们等着我们没了多多的现在就嘉义市呢得了免了带去我继续说买这么大对不还有没有在现在说台铁的嘉义站还是在现在高铁嘛十五公里这么大的就能达到东莞这么大的别的标准的现在捷运因为我一起这么大的送到议会因为这么大的就把我们买一家因为在现在北港有没有两车但是我就爱的嘉义我们的嘉义呢现在车站但是有没有说这么大的七段的征收我买一家那等你现在说的嘉义市和嘉义县的南边在德宏安南边在我们的企业里的内部你那么说三月的行政院一直在是吧台积电德宏在现在做嘉义科学园区然后嘉义市长挖去上边在我们没有来整合那内部现在做县市的南边在有白诺说我们的都能的内现在有你在现在做嘉义市我们的用的带着的地方买着到你在现在南部马德昌等着对不会他们那么近的现实也能买票买着点等着我们的大事米娜娜昌等着东沙拉哈克昌等着亚德莱现在不分的记得原住民记也能买着他们的阿生子亚第二一点的话等着不但也能买着现在奥斯纳第二一点就因为在现在第二次阿爸也能买着现在奥斯纳因为我们在做不同的节目买着移民在现在国际工业在现在一样我们是他们在做我们在现在国家方面在做也是不太内部因为四月二十六号专门的对话因为十多间在审查委员我们在对话的话用入还是节目在做更一些的阿德白是因为我们在做我们在现在网络和不同他们在规矩因为买着交心了马蒂亚山山他们等着说说话出把他们那时候真的说现在民间团体他们等着民主的政府的内部非但现在一直他们买着现在国际审查和我们的外本一种国家的马蒂山等着说亚洲的现在原住民政策推动沟通平台因为他们买着会现在说司法为什么在现在了你是不是因为买着马蒂亚山他们等着有那些地方所提出的阿萨姆登家族阿巴尔姆登家姆不齐姆登家米亚欧神姆登家不分的是弱的因为国际工业 ICER 他们的模式为什么在现在国家化的是 ACE 的我以为在现在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因为罗秉成我代表的政府一些姆登家第二位国际审查委员会那些姆登家给你的内部一些倒闭的内部买的原住民的姆登家多起因为民主之治因为智商同意前而且成了上面的健康在现在复印也没毛不见得在学生的下面在做马做秀把他们的这里一些人的道理在现在工业买的点灯在阿山山的秀啊能的秀啊也毛不见得在做我不等的好可以见得在也没有买一次阿德外西用在现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一些人的来山山的当年我说
那么上等着为米的碗路上等着没有上等着规矩节马蹄三三上等着说话这么没着 regarding article 4 there are reports that hate speech particularly against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ertain ethnic groups have not been mitigated and that hate speech in cyberspace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专家也提醒政府，在平衡言论自由的前提底下，针对种族、针对各式各样的少数群体所发表的这些具有仇恨特质的这些言论，都必须要用实质的司法来加以惩处。一些人在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因为说熬不起，用到了侦查、搜索，而这代现在就那判决代现在呼应，因为公部门。哎，那我们等着做下，还是不得。目的他他们没咱们等着，阿么啥他们的脸上得我们呢？忙得外面的现在系统整合他们的不灭了，他们的别着在现在转发。我们那时候都有那么毛不讲等着做下，也许在现在司法，哎你不忙得上上他们等着外面的现在做，俩还是不得把内幕那的想的还是不得他们。因为原住民族在法院使用母语是他的权利，也是一种国家语言，不应该用原住民族会用通国语的心态来因此免除原住民族使用通译的正当性。我们的马一泽，因为原住民团体现在在内部，用到毛不讲的这种人权公约的审查，或者说我们等着原住民的议题，因为不马上讲等着哪能独个会的当内。如果还能上等着，2013年我只是买单的，阿么啥都没等着，奥叔叔做我们的一些哈有啊。我是说，第一时候，那么毛不讲等着是晓得现在原住民政策，我去上等着，阿差不多了吧，我觉得也烦了。应该在这些法规的调整或者是制定还有政策的推动之前，就应该要建立公开透明跟真诚的对话机制。如果缺少这个推动政策或者是制定法规之前的对话还有真实的理解原住民族的意见，这些推动反而可能会侵害到原住民族的权益。是蛮遗憾，就是这些意见要一直不断的在被提出来，然后我们政府就是移动的速度有一点点缓慢，所以我们真的是蛮期待说，就是这些意见其实政府可以赶快落实，然后相关的一些法规，包括像原基法啊，包括这些相关的一些执法等等，都可以赶快去落实。民主党内作为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现在的内部，非但现在审查了，我现在是我们讲等在外部。因为国家都没得上等者，阿上上上等者不打手，阿查上等者就阿白那么上等者，忙不不急上等者不等得起。哎，那里面有些的意见，应该足以启发我们政府部门跟民间部门如何进一步的对话，在政策上面如何继续有效推动，朝向埃塞的理想，就是不要再有种族歧视，乃至。不要再有任何一切形式的歧视。原来说我想等着国家都说我们等着好我们来了一下整合机制我们不仅单位每当一座行政院也专门了不要再现在人权或者转型正义处我们的上上上我们等着跨部会我们等着我们买那么大也上上了得了有啊每次我们等着不要还只是每当一现在就人权行动计划我就说马克上的爱本案的2024年因为人民团体我就上的爱本案现在国家的那些人权保障那点上上的希望是我被那么样的现在法规或者要谁个出的阿上上的希望阿们的阿兹哈阿白阿的妈妈的人家国规矩也有没法去阿欧是阿白也不是别人我在上等着吧，我叔叔说哎，而且现在做到福音为人着法律尝试，然后到高州哎，原住民权益关怀服务协会明年的某日是上等着下一线着法律讲座，俺们的两个在历史州没有那的上等着，在福东一带现在就做的福音金毛麦这些案件，原来当年他们的啦，哎是不得好，都是是不得哎，啊我是那些。买好嘛，唔等咋？我哋内部那么多，我不晓得现在法律程序，好冇啥法唔等咋？哎，只能那么等一个规矩，俺们的阿妈个车位的买那的有啊。买咗阿们啥都不晓得，人家别边一带现在法律协助，让他们买只建筑奥数呢，让他们等一下某一带服务机构会啊有啊。
我担心着不能继续走，那行子买的他妈买的简直熬死了。因为在现在高雄市那原住民权益关怀服务协会一些大事没有到内部，如果他们等着112年，而且他们等着多年后，他们等着就协调及案件，我们等着91件，有那么没一张，对吧？欧叔叔在做，把不交代现在法律知识，哎你不，哎喏，学会明年我们到底交代现在原住民法律权益讲座。没有在现在走，那么等着行着 ，F 东一起嘛，我们等着，毛毛不急，那么的刮骨了在现在法律，然后在历史方面的 S 不大 ，AI 的上面等着，非常的建议在现在法律。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知识比较不足，哎，所以就是想说透过朋友介绍，所以想要来过来这边听看看，就增加一下自己对法律的知识。因为最近有发生那个亲人有车祸纠纷的问题，是还在进行当中。那我希望透过这个课程，然后要了解后续需要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才知道说要如何处理。我们去年统计了一下，我们陪伴这个族人的这个调解总共有91件，那法律咨询的案件也超过100件。那众多我们考量是族人对于法律的尝试偏低。要那做，那么等着，我去做 F 等待现在法律问题，买以后那么等着什么等待现在国家一些赔偿，或者那么等着等我待现在做多起，或那么等着做国家那现在么给公司给进了种，啊这待现在背书去哎呀有啊，要么那舍不得交是呢。历史一些代表的内部，我本来很去上面等着做，也是那么毛尖的案件。也马德拜现在在屋子里，曼德莫现在在在，对那现在证据，用他们买着，按那说做，那些他们在在打败，我们买着起码就做嘛。其实很多东西往往注重证据，那证据有时候等你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其实都往往太慢了。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透过宣导的方式，让各位族人就是说提前就是说，先心里有准备，然后以后面临问题的时候，那大概知道说，我自己有哪些权利，那又有哪些证据需要去备妥。买在一面的协会和我们的阿山山他们等在做努力，挨着把对不对现在历史 A 师傅在那都很细，我就说做，他们上面等在待着啊。A 现在关键的现在法律知识。的买着点的各个点呢，说走，也是那么点子走，阿公子那喏，阿婆那起阿婆是那，阿爸也不成了便宜。黑猫呀，埃及4.2万的粉丝，也现在赛特克族优古瓦里斯。但是我想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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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也牵着带你啊，你们到那么等着，哦，我们到那啥端着没用，啊等于用带现在，就是真的不带现在么？不是那样买的呢，我到那他们到那大山上那的大山上那修啊，啊等于那说你们做修带你现在那他不是那样呢？我现在啊得啥都能去给我们等着，没他们买的久呢，非他们买着么等着那农活不要，我被他们买着没他们等那做，啊等于得还能花么等着，啊给啊带住还没有那么买着现在，奥是那一等着。我在说什么呢？现在就我带着那些药啊，阿们那买张单子么？我心里阿们单子，我们买着，我得排现在买下去。买单的，现在现在就到一时间，非带带现在阿们单子，第二个是阿们单子，我们的姐一单子。我在说什么呢？阿们单子就我带着那药啊，阿们那边他们买张单子，红啊，现在也去，我得排阿们单子买下去。阿点那阿们单子，莫着药，那点阿们单子药啊，就。我们的现在是回答你，没得为没得现在不是那样的好，我们的也去回答。不要那么干啊！
Hangamu o yokualis, penagu alam bualun sejeku terugu. Makalas kupimia teumahini, mahuana mubalai.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投仁爱乡庐山部落的赛德克族，我的名字叫优古瓦利斯，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据你所知，你的粉丝大概是哪一些类型的人？一个年龄层是国中以下，然后第二个年龄层是大学以上。国中以下的小朋友会喜欢追踪我的 IG 都是短影啊，看我的一些影片，然后不然就是喜欢我的穿搭。大学以上的粉丝群的话，就是喜欢我的音乐，还有喜欢原名的文化。在你 IG 个人的描述栏位里面，其中有写到 NCCU 研究生，请问这是什么？ NCCU 就是国立政治大学缩写，然后研究生是因为我现在是就读。很长哦，那个为什么我就问那个硕士班为什么要练那么长的名词？教授不要看，土地政策与环境规划，原住民啊，再一次啊，真的太长了。土地政策与环境规划，原住民硕士专班，请问都研究什么？你说我的论文吗？在研究我们部落的土地跟土地经济、茶产业。在 IG 上面也常常标注一只猪，请问它是？它是我的女儿。Hey, my mommy. Hey, mommy. Hey, my baby. Hey, my mommy. Hey, mommy. Hey, my baby. Hey, my mommy. 他从两个月这样子，我是这样抓着他，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就这样子。所以世界上没有迷你猪，骗人的。那身为一个赛德克的一个仪式当中常常出现的动物，有没有老人家觉得你养这只猪，他们的想法会是？好像就是对啊，就说什么时候拿来杀，就是我已经习惯了，就是因为它已经是免死金牌，因为我去部落的时候，或是我po文，我都会把它披那个赛德克族的那个布料，告诉大家这是我的，不可以随便拿来，就是不要笑想它这样。它现在也算是族人之一了吗？它是，因为它的族名就是欧奈优古。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我们节目常常有的桥段，叫做呛辣问答。可是我以下的问题有可能不是你脚本的里面的那些。天哪！请问优谷，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我以前啊，国中的时候家人太严格了，然后我有点受不了那个被管太严，后来我就先消失一天，然后肚子饿之后又回来了。如果要拍一出你的自传电影，你希望扮演你的女主角会是谁？小 S。我很喜欢他的个性，因为他的个性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就是我以前的个性。你照镜子最常照哪个部位？就是这边眼睛这里，我很 care 就是眼睛有没有看起来很累。你有没有误认为是别的明星？有，我自己讲吗？之前去演出的时候，有厂商说像。梁文音，然后也有人说我像昆凌，突然觉得很害羞。讲一个你在部落里最常听到自己的传言，是荒唐还是最常？最常没有，当然有听过最荒唐的，就是说什么我结婚有小孩了，我就问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他说没有，是部落的人说的，我就是要骗他说我结婚生小孩，让他不要再喜欢我这样子。好，那你要不要对着镜头澄清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生小孩？没有。最常讲的口头禅是？就是这样啊。什么时候会讲？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唱一首歌的副歌来表达你现在的心情。吉呀斯米巴巴威巴威巴威，吉呀斯米巴巴威巴威巴威。请问有没有打歌的嫌疑？讲三个观众一定要知道的赛德克文化。第一个就是我们赛德克族目前有三个语群，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有纹面的文化，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赛德克族没有公主。谢谢。好，讲到赛德克文化，我们一定要邀请老师来进场哦。没有请老师。甘奈达姆德斯威圣达曼纳姆巴勒伊万纳维库卡亚库吉甘卡斯库索德霍基尼米亚特姆格萨卡里达索西埃迪。刚才优谷讲到我们观众一定要知道的三个。有关赛德克的文化，你这边有没有要补充？我们赛德克族啊，就是有三种语言。你知道哪三种语言吗？知道，舍迪德格达雅、
然后 sedik， 啊 sedik doda sedik， 哦，德鲁古，很棒。其实我们赛德克族啊，就是分布不同的地方，嗯，有的是在高山，有的是在中间，有的是在里面，嗯，那里面呢，就是你们德鲁古，对。在过去呢，因为他住的比较深山里面，所以他是在德鲁玛。以我们德格达亚讲，他在德鲁玛，就是最后你们就会讲成是德鲁古。哦，对，就是最深的最深里面的部落。嗯，对。那兜达呢？为什么叫兜达？其实它是一个谐音，叫做乌达，或者是摩达。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三个语言在讲的时候不同的声音，嗯，所以呢，刚好你们德鲁古跟就是在呼吉，嗯，跟就是德鲁古里面的中间的一个兜达，那因为他们都会经过，嗯，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你们德鲁古会讲说乌达乌达乌达，哦，对，所以兜达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对，那因为他们呢，兜达就会说我们不喜欢那个音，所以叫做兜达。你们会讲乌达，对，但是他们就会想说，哎，用兜达会比较贴切。哦，因为刚好兜达是夹在德鲁古部落跟庐山部落的中间。啊，因为你们都会经过嘛，就说啊，你经过那个兜达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就变成兜达这个名称。接下来就是要介绍我们德格达亚，为什么叫做德格达亚？还记得吗？我们德格达亚都在马赫坡上面，对对对，我们都喜欢在高山上面，所以呢，我们就会指向那个上面的人。哦，就是达雅，就是上面。哦，对对，达雅。好，但是我们比那个人的时候，德格达雅的时候，就是变成就是说住在上面的人，就是叫做德格达雅。所以呢，因为不同的分布，声音也就是我们发音的时候也会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语言哦，它都有不同的美。就是我觉得只是说我们在翻译啦，或者是在说的时候，每一个人家庭的一个教育，它赋予它的那种就是形容啦，或者是翻译的时候，或者是讲述的时候会不一样。你有听过？刚刚你有听过？就是我们在住在山上比较泥泞一点的讲族语，可能会比较。就是比较婉转一点，对对对，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要走山，就是要弯来弯去，所以我们就比较会婉转一点。但是我们德格达雅哦不一样哦，我们德格达雅有譬如说青柳部落、中原部落，还有梅西部落，这三个部落讲出来的那个音调又不太一样，就是在形容东西的时候，感觉有的会说我们梅西这边讲话有点像从后面用一把刀刺下去。就是太柔，但是在青柳部落或中原部落，他们有时候讲话就是会比较直接，一刀毙命那种感觉，就是一针见血这样。对，哦，接下来不免俗的要来介绍一下有古今天提供的金句哈。其实我从走音乐这条路开始，我没有那么的顺遂，从小就是我妈妈就知道我不太会唱歌，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这件事，然后他不想要讲这个来去打击我的信心。后来就是去学唱歌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有走音的问题，每次失败的时候，我妈都跟我说没关系，还有下一次，加油，努力就好。每一次克服一次的这个挑战之后，我就发现我内心的那个力量就越来越强大。这一段也让我有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金句：试错法是认识自己最快的捷径，做就对了，乌撒乌撒。我想请问一下，有什么是试错法？试错法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去尝试，即便今天有。你可能会失败，那你还是勇敢大胆的去尝试，因为它这些过程都会成就现在的你。老师，这句话应该不太好翻成主语是吗？对，因为我其实想了蛮久的，最后呢，我想到的就是斯古努乌古姆丹纳，跟多鲁木斯穆斯德鲁摩欧达乌萨乌萨。其实这一句的话，前面就是说斯古努乌古姆丹。但就是说他过去的一个经验，是古奴虎，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碰触了很多的艰难。跟的鲁木茨，穆斯德埃鲁摩欧达，就是努力的用正面的想法突破自己，这样子。哇！就乌撒乌撒，去吧去吧。好美哦！可以吗？可以，完全是我的心境。如果我们现在来学这一句，是古奴虎。斯古努古，那答案，那答案，那，那，
Gendelumut. Gendelumut. Musdelu. Musdelu. Mooda. Mood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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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整个一次念哈。好。Sekunu uku nendana. Gendelumut. Musdelu. Mooda. Usa. Usa. Sekunu uku nendana. Gendelumut. Musdelu.摩欧达乌萨乌萨，很棒！我觉得尤古讲的很标准，虽然是德鲁古哦，所以这一句呢就送给尤古。哇，谢谢！马上你帮我上传 IG 那个动态。好的，没有问题。这次尤古应该有体会到“突破”两个字，因为你的创作变成国小的范本，变成年轻人的排舞，还变成赛德克国宴上的表演，好像越来越顺遂。你做了哪些努力？很多哎，就是从我开始要创作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到现在我学主语的这个路程，我从来都没有断过。我自从开始接触主语创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越来越靠我越来越近，这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突破。在自我认同这一条路上，跟族人之间的互动那个过程中，慢慢的堆叠去形塑出来的这种认同，这种东西是我在成为乐评歌手最大的收获。在我的世界观里，就是别人可能认为的非主流，它其实背后都蕴含着远见跟机会的种子。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包含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有一趴的机会，我都还是会愿意去努力去尝试。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热爱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克服，因为限制的就是自己。这样，我们就来教这一句：限制的只有自己。我那一束那什么爱用殴打？我那一束那什么爱用殴打？我那一束，我那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束那那，一束那那你自己什么爱用？它有很多的意思，包括挑战、限制。殴打，你知道，这就是你的一个工作。你任何事情都还是要靠自己，哦，不能去限制自己。哇，整句话就是 wano isu nak sme ayu oda。wano isu nak sme ayu oda。整个句子我再念一次给你听。wano isu nak sme ayu oda。wano isu nak。什么 A 用 O 打？很棒哎，德鲁古讲德格达亚真的不简单哎。我觉得德格达亚的语言也不简单，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些音哦，真的就是跟你们不太一样。对。但是我觉得尤古今天的那个发音啦，我觉得是很肯定的。哇，谢谢。所以这一句呢，老师也送给你。哇，最大的收获，马胡阿叔。巴莱，我们的歌词啊，谢谢老师。我觉得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哎，我很少有这个机会可以念到德格达雅，然后又这么正统，又是专业的老师。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家都互相学习。那老师，那今天你送给我这么棒的两个句子，那我也想要送给你一个东西。真的吗？那我也很期待哦。就是，所以你要送我的是乌萨乌萨的舞蹈。好，我现在教干妈几个动作，三个part，然后你跟着我做哦。好，首先先一、二，然后双手抓回来，然后再往上，掉下来的时候胸转，然后再跳起来，然后再乌撒乌撒乌撒，然后这里的时候呢，你要叉腰，然后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西游西游那个，一、二、三。四，然后再沙拉沙拉嘎萨姆呀。好，那我们就正式来咯。好，好，音乐下。谢谢高妈，好厉害哦！谢谢你的处女座。好，我们岛屿时间下次见喽，拜拜。
该不一百五百的新闻，等你发，一代新闻离谱。用到达高你们上等在二八关怀学会的人群讲座，俺们到蒙特斯科我才上等在那个研究带现在马卡道啊文化历史建筑杨玉姐医师。用到达你上等在伊斯福达，你们上等在塔加里扬，你们说了先说，没得没得艺术计划和八代发买单呢。我就是上等在那个格古迪亚做一代现在做也发呢，马卡伊上等在都要发货，一发都是伊斯福达那很厉害。来保卫我们的家园！哦。那演员杨丹现在讲了一番八代发现在他家里杨氏主人，没有你们是那么等着，我难道会那么等着？就有些年那么等着，有你有先说。然后高雄228关怀学会人权讲座，莫尼斯哥，俺们来我猜，因为带现在马卡道主席杨玉姐医师。因为当你们等着 ，A 是不带现在就塔加里扬，不是那么等着，没那么说的先说，今么买着现在艺术计划，没有那买的话，我们等着没有那带现在，反正没你买着就熬死呢。我就说，马卡巴姆带不晓得要去追你，红啊要去。在台湾的这个历史里面哈，有一群人，可能他们的身份是被这个隐藏的，反而在主流文化里面没有被自己在教育里面哈，从小到大的这个历史学习的过程知道，所以我就也是借用这次的工作坊啊，最后戏剧的展演，让更多人了解，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历史。你现在打高雄228关怀学会，台湾，莫说啦，也是在现在就指名挣钱了没有？拿什么单子和制作？买你几单单子又把先说？啊，顶些么买着几单单子就？啊，我现在暖了，阿来啥单单子就准备在现在发呢？不贵呢，莫说单单子一米多么买着几单子讲座都是实打，买着一米多现在桌游、公仔、戏剧和漫画买着。他发现说做把红人的没有妈妈妈不见得着啊，我想那么是那黑暗的乱闹，有断代的，有事件的个别的研究，但是对整个这个有史以来了哈，有文字记史大概是四百年吧，然后文字记载大概四百年，但是这个通史并没有人去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在着重在除了研究发掘史料贯穿这个脉络之外，我们还想要做一个转译的工作。Ehiam de Sifutu, Anana Samtenza Hira Takao, Wasano Zamtenza, Olanda Nemasara Chiminimio, Eshenzazo Tajari Yang, Nemasara Senso, Mizo So Nemasalam Denza, Maya Nemasara Chimin, Mizo Musa Tunde Shinza, Agong Ting, Musmaja Hamtenza, Menu Kukujo, Enivo Macham Denza Unde Shinza, Chiota Takao, Amtana So, Chok Trivium Major Shinza Ocean.我就说，俺们等着那咯，各国的不缺什么，但现在也发难了不？他们说俺们吹牛，马开发们等着，巴斯塔发在现在发那麦当以后，伊娃哈都是输的，阿外不准的便宜。我就上等着，黑边那点等着，代表的台南市又不带现在做原住民族语言那些的单词竞赛，带现在国家那队伍，然后台南市。用在现在做室内，明年奥运上等着教授。但同时，每当也是什么农民们等着又不去对，马上和永别过去走去，我个么又不。我就说，等着我个用他们买着或者有时候教授，马刚等着奥运上红爱现在也去会啊，把奥运输出，俺们的该不妈妈买的现在也去会啊的呢。答对，答对。那先生们，外面的银幕坏的时钟啊，明年外面的现在会还好有定啊。因为台南市，我叫上等在做，外边那的代表在现在原住民语言单词呢，现在教授在现在国家。另外，杨在现在做室内，明年我们在奥武上等在教授。他通常每当一做我就吃，我那么急，对，我们等在有不，每当现在阿米斯不能出机会啊。因为我讲。阿参等着我们的训练，我去参等着没得，没得我们的进攻。比赛前一个礼拜，用电脑上面有一个网站可以练习，然后透过这样练习我们的胆量，然后模拟一下比赛现场。感觉好像就是看到那个东西就会讲它，然后就可以把一些单字拼成句子，然后就可以去跟部落里面的老人家聊天。
一现在到台南市府，一到台南，哇塞，等着就发生了原住民。啊，等下我规模起，慢慢人去啊，好，我们等着动物大起。我们的说那那各国的啊，外面在现在回啊好，也是不的。各国人现在我们等着，现在买进些教授，或者上等着培养的，我们等着就每秒都去走，等着回啊。马哥上等着，二十八我们的那等着，也是在现在回啊，我们的。牙齿嘴鼻牙齿，我也当然。坦白讲，都会区的原住民，我们没不是原乡嘛，所以我们的族语的运用沉浸式的那个环境是没有。坦白讲，但是透过我们就会运用很多的活动，让这些活动或是游戏呢，让孩子呢，把他们所学的族语能够运用。因为我们想要鼓励哈，来所有参与这个比赛的这个孩子，他们都是很有勇气，在都会区来说族语，然后来读族语，然后跟同学分享族语，所以我们就设了一个小小勇士奖，所以每一个来参赛的都是勇士，那我们希望鼓励他们。因为台南市人民会现在呢，用他们等着买只九十回二手，俺那点等着把五十岁十二个，没得没得，二十的没人好，都没皮，因为那买只都没是个。把欧叔叔叔改不带现在回啊！如果我们等着的不能记住，我就吃了说走。对了，没他们等着，我在打得再说，也去说回啊！阿伯不怎么便宜。因为台东呢，现在海端乡也现在乌鲁部落，把那上等着总去说没么的内部。人民他那多大力肉，马上他们等着，有没有那上等着怎么意？因为我阿们达拉把古罗西肉阿们很厉害。因为在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啦，阿那那我们的外语机对我啊，一路走，阿给阿打鼓吧，一直不用我们等着，哎，我们没什么等，那怎么在现在？好啥？因为不，但是我们等着，给刮骨肉，哎，没回来，到底是我们买在一起游泳。没有呢，台东的海端乡现在五路部落，因为那闽南那边那么什么等着，没那一碗手机我们等着，因为不打，我们对我会什么等着，嘎嘎给你。因为当年我想到了把古罗西阿米和伊山等着，伊诺卡基，所以我们等着，因为我们等的温度低，我只我们的温度，因为我一走现在我们上当等着，就简单这么一面嘛。不过呢，因为当年明年我们等着也去莫西带现在啥新，只要我们在地，嘛只莫一莫一莫没带现在，我们得有啊。电网有被他推倒。然后再来是旁边的那个住户，他的鸡被吃光了。俺们到了虎山山那带，现在实行就我说买这是什么意？好没有分啊，没有没带现在没能丢啊。因为当年我是咱们的电话是咱们等着什么呢？就没能丢啊。我跟你咱们等着，我是那也是在当我哥说，因为林保署台东分署，我买让他的也是没有在追啊，我是那是。因为现在上等着飞到了地塔，没有办法在现在怎么一进嘛就住嘛。他们说儿子在走单以后，别帮他说怎么一。多么是个有的代表在现在农民，嘛他们上等着，我们买了西安那时候黑的和瓦农。希望部落族人也不要惊慌，把您周边的一些饲料或食物，都把它妥善收好。然后如果说果园里面有一些电围网的话，我们也让电围网恢复运作，防范黑熊的再度入侵。以现在的台东分署因为海端延平而这在现在北南乡我是买一家我想到今天被他复印啊，那我想到一家那那我们的路上你在现在是没有我就想到一家不但你丢掉我们的人家说有把那骨骨肉的但你也是没有回来的地方吧因为我们在这里都有建在乡公所明年我们在成立的现在黑熊通报平台买着点的给搞过点的了一般我们在这里过过的也得的时候好怎么样阿爸也不准的便宜这里面拍的新闻大联合报因为中央气象署现在的内部但同时每当一周用在现在黑的火木车我们在这里说啊给说那样的啊因为我们在这里1951年的没有没想到现在说，而是呢，你改那些想到现在些哪样咯？伊咪在现在些火木车是矮的，冇买上得个加固的啊。因为现在火木车，但你不说是特别哦，五加处、六加处，啊，你说现在火木车啊，啊，等于一些想到现在，除非到些冇现在，奥数数满意。
伊咪带现在做红木车买带，阿只只做慢点做，阿几少个古爹买单诶？红木三点做只几个块慢点做，阿初步现在我是拿我是拿唔得嘅，我表。伊咪在等下无阿只只诶三点做，遐是奈那等下免安点做做买着三点做，我是输出。诶 ，idea 那初步，诶那经济水利署现在等下无。那上周我是买只慢点子，我今仔都没吃。伊咪带现在这话就吃了三点子水，估计没没没1.6亿吨。哎你不，我那慢点子啊，给稳定的出没买单的。啊，顶一点了闲了好没吃啊，我说买一只慢点子，买了三点子就带住那带死。那说出没那在地摊那带死，等那啥子慢点子，我们买的时候哎。买单也不是买在现在做封面，我们等下通过啊，这次做嘛，给嘛上单在做啊，差不多可以话稳定啊。我现在是买在现在西半部那宜化地区，哎你不嘛上单在做，花材也没吃，买着上单在做，没以后就打算那不会赔。因为在遐上单在哪样的呢？不，非在现在做东北季风和慢点饶住的时候，哎那北台湾啊上单在做，带入很多上单在没吃，哎那么怎么上单在呢？没那是喂之后买着给没吃。因为在香港在那边买带现在北台湾也暖了，我因为带现那大小那么26度啊，这带现我家家21度，这边来在蛮大，一直会吃。啊，第二那么这么些那时候我们黑么27到30度，啊，那么这么些后面专门带在给分了，么22到24度，买单的俺们带在，我们说买咱们的给说啊，给最后一次嘛，给我们上单在21度，原来么买在给我们上单在，我家家么10度也买在。和周四的封面，我说买一只的嘛，大概也算到数，但是国外呢，第二餐等着没吃，那么做前等着二呢，第买着还没吃好，没有吃。周五，那东北季风买着嘛等着，奥数数算等着给我，但是我没有，那专门等着把给没吃。那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啊，这是没餐等着呀，没吃。当然不，国外呢，第没算等着，所以我们等着不一直当然，俺们阿不不，那新闻等于我们都买到，阿之后有个要是那满身收入，阿外不只能拿好。